新手来了，东西放那了啊，麻烦了。店长，是我。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转过来我看看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是没换工作啊？不打算在我这里做了？不是不是，我应聘骑手成功了，我想晚上兼职送外卖，白天在店里上班。店长，你给我调个上班时间呗，以后别给我安排晚班了，早班中班都行，特别早特别早也行，你看行吗？你这样做不是胡闹吗？你还有孩子要照顾，你这么做太辛苦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，只要能赚钱，我打八份工我都乐意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凡凡还得上大学呢，我不趁年轻多赚点钱怎么办呢？我也不能靠别人，只能靠自己。可是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？你能。店长，我保证，我保证晚上去送外卖，白天一定不耽误店里的工作，好吧？店长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你给我调个上班时间，起开起开。哎，没干活了。你怎么什么事情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妈妈，嗯，你听到我这儿了？妈妈出去赚钱，她给你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我要好主动，然后妈妈在家里陪我。反正最懂事了啊！妈妈出去赚钱，赚了钱买大房子，我们两个搬出去住，就我们两个人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不带爸爸。真不带我啊？我说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晚上要去做骑手，七点平台就给我派单了，左等右等都等不回来。正好抓到一副大牌，你要着急走，你就把门锁好走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现在已经回来了，你不要出去了，不要把凡凡一个人丢在家里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我知道了，看电视行了吗？凡凡，妈妈跟你说啊，你不要学西瓜那个小笨蛋，把玩的东西放嘴里。你要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妈妈也不要活了。你给我呸呸呸呸！说话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啊？你怎么咒自己啊？行行行，凡凡，妈妈走了啊。慢慢的啊！你早点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啊！来了，别拖了，来陪爸玩会儿。吃饭了没有啊？吃了。想我没？嗯。啊？是不是爸爸声音太大吵到你了？爸爸声音关轻，快去睡觉，快。我冷啊，爸爸看看。哎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啊，凡凡，快快，来抱抱抱抱。嗯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来，躺好，躺好。哎，行行行，来。躺好啊，爸爸给你拿药啊。再不起，上学该迟到了。
冷冲，怎么这么热啊？身上还湿了？谁给你盖这么厚的被子啊？啊？爸爸给我盖的。李翔，李翔，李翔，干嘛叫魂啊？死进来！啊？怎么？打盆热水来。打热水干嘛？孩子发烧了，浑身湿透了。昨天晚上比这烫，我吃药了，这不好多了吗？你不打盆热水进来，这不擦干的话，不就感冒了吗？行，我先懒得跟你废话啊。孩子有什么事，我跟你拼命。能有什么事啊？没有你都活不了了是吗？帮我看看。那这不好多了吗？吵，大惊小怪的。神经。没事了啊，儿子。没事。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，起开。凡凡，我们量个体温啊。夹住了啊。你今天反正没事儿，在家好好照顾儿子啊。什么叫我没事啊？我约好了。约好了，约好了，跟人一起见阎王是吗？朋友比儿子重要是吗？有病吗？兰兰，今天咱不去上学了好不好？啊，妈妈给你请天假好吗？妈妈，你不要请假，我要上学啊。你听着吗？儿子要上学，这学费都交了，请什么假呀？你给我出去！什么出去？我靠！你给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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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不要在这听了。你告诉妈妈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喉咙疼。这是喉咙的消炎药啊，吃了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很难受啊？要是很难受，要不我们请天假好不好？早，新月妈妈早。你看怎么了？好像精神不太好的样子。他喉咙发炎了，不过吃过药了，已经好多了。喉咙发炎发烧了吗？有一点发烧，不过只有一点点热。凡凡，来，让阿姨看一看，让阿姨看看你的手啊。哎呦，这手上起疹子了，早上都没有的呢。来，嘴巴，嘴巴张开啊，张大一点啊。这嘴里也起疱疹了呀！啊，手足口！妈妈看看，妈妈看看，你张大，妈妈看看，什么是手足口啊？你连手足口病都不知道吗？这是很严重的传染病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喉咙发炎、扁桃体发炎。我要知道是传染病，我不能带他来学校啊！你这样吧，你赶快带凡凡去医院吧。啊，走，赶紧！我挂哪个科呀？体检的时候护士会跟你说的。好，走走走，妈妈就说吧。今天请天假不来了，也听不听。这下好了，妈没好了。凡凡妈妈，希望妈妈，我等你很久了，昨天还得谢谢你。哎，不用，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嫌弃？这就我们店里卖的水果。你是我姐为，我很感谢你。我觉得做人要知恩图报，我要不来跟你说声谢，我把你叫的是。不，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。我不是嫌弃，我这里不嫌弃，那就拿着。对了。我听思远妈妈说你在找住家阿姨是不是？我有几个老乡，人品没问题，你绝对放心。没事啊，凡凡妈妈，谢谢你，你不用操心了。我反正也找他们都没事儿，这点心不算什么，一点都不麻烦，包在我身上了啊！我店里有事，我先去忙了，包在我身上了啊！店里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保险老师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，没有什么大事，不过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张老师啊，我们家凡凡呢，就是太老实了。你说他这样长大是不是容易被人欺负啊？真的不是欺负，只是一个意外。张老师啊，哎，平时是不是都没有小朋友愿意跟他玩啊？没有啊，凡凡就是比较安静，有点内向而已。真是麻烦老师了。你说教孩子这事儿吧，我和他爸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看着孩子觉得怪可怜的。这老师多费心了啊！凡凡妈妈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你看他们现在不是玩的挺好吗？张老师，嗯，我妈妈什么时候来啊？刚才给妈妈打过电话了，她一会儿就来了。哎，
张老师，凡凡妈妈，希望妈妈。希望你看谁来了？妈妈。哎，别跑别跑，小心一点。凡凡妈妈，我先去忙，不好意思啊。我写的。哦，你写的，写的还不错啊。嗯，凡凡教我的，凡凡写的更好看呢。哎，嗨，凡凡，你给阿姨看看。哇，凡凡，你这个字写的也太工整了吧！我就买了本字帖，他在家没事就照着写画的。这跟字帖有什么区别啊？没有。凡凡，你太棒了！谢谢阿姨。凡凡，以后你多教教我们希望好不好？嗯，谢谢。妈妈，我们今天可以和李非凡一起吃饭吗？可以吗？妈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刚好。耶！上次没有送水果。好，感谢一下。哎呦，不用感谢。好，来来收东西，你们两个快点。把书包放上。来，什么东西？空间的，空间的。这边擦一下。哎，有点黏啊。空间宝不能要脚，我就要。没事，你呢？坐好。好。平时都是带希望去咖啡馆吃饭的，其实大排档也挺好吃的，还实惠。其实偶尔吃吃大排档挺舒服的，你看这小风吹的。是。妈妈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你从哪来的？蒋思远爸爸送的，我知道妈妈一定喜欢，好看吗？看，妈妈特别喜欢。真好看。来，菜凉了。你小心烫啊。哎，你说你这儿子怎么教出来的？真是个大暖男。你要非问我个一二三啊，就一点，我陪得多呗。他看我比较辛苦，所以就不让我操心，自己什么都学。哎，你看看我们家这个小爷。看着他这个眼睛，真是心疼死我了。看他俩现在真逗，一个乌鸦黑，一个酒糟鼻。来看一看吧。啊，谢谢。被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真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这俩。本来嘛，陪孩子多么开心的事情啊，就算再烦，看见他们也就不烦。陪伴两个字啊，说起来容易，真的是做起来难。我这天天呢还要加班，难得回家要做晚饭，要做家务，还要看着他学习，还有我自己要做那些设计图，每天真的太忙了。妈妈不想吃这个，不想吃这个，没事你就别吃了啊，换一个。你说我儿子真的要像李非凡这样能够自己读书，那我就太省心了。他呀，天天的就傻傻的拿着个 iPad。我不傻。行行行，你不傻，你不傻，妈妈傻。你说，谁不想像心愿妈妈那样，啥活都不干，日子多美？嗯，我不行，我要真像她妈妈那样，那我也会炸了。还最佩服你，女强人，那么能干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什么都听自己的。现在也不行了。我也是到极限了，要再这么下去啊，我们家得地震不可。我看希望爸爸挺好的，他是挺好的，但是就太爱玩了。嗯，再等等吧，等我找着一个好阿姨，估计什么都能稳定一点，也没那么大矛盾了。哎呦，你说阿姨，我把正事儿都忘了，你看。我不说给你找阿姨吗？嗯，好，还有简历，你看看。小学退休老师，嗯，儿子和女儿都是985、211大学毕业，可
可以负责接送孩子、做饭、做家务、辅导小孩作业。嗯，哎，这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老乡，他前几天啊刚从上一家出来，他还让我给他介绍活呢。我觉得这就是给你现成准备的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阿姨呢？你看这个面相，这看着真好。是是。哎，明天把他带来看看吧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这么一看吧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想见他。明天一早我就带他去见你。这么着，你要觉得行呢，你就把他留下；不合适呢，也就只是……这怎么还可能不合适呢？这到哪找这么好的阿姨啊？哎呦，这要真能找着他，那我们家孩子还真是有希望了。哎，妈妈，七号了吗？那个杨阿姨跟你联系了吗？昨天他不说好了要来吗？今儿怎么就变卦了？不会吧，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，发微信他也不回，你不知道吗？这他不来有什么原因？你可以跟我说呀，啊，我们一起解决。你别着急啊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怎么这样啊？他没跟我说。没人接啊。信息了，人家给他的薪水、收入费，还有单人房间，还给他的小孩安排工作，这怎么了？阿姨放鸽子？没事没事，那这就算了吧，这条件我也给不起啊，也不能挡人家财路。你别这样，希望妈妈，这事他不在理，这算什么呀？那条件好也比不上人品好啊，坐地起价他这是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要找他要个说法。